夜夜两岁开始就养了他，他可以说是我们的孩子。他是抱着什么心情跳到海里的？你好好想想看。我对你跟妈非常失望。都怪我，怪我。虽然恨我，讨厌我，却也不给我留下只字片语。夜夜出院后，你们见面了吧？结婚的事，您反对了吗？夜夜，等我，我不会让你孤单的。我马上就到，就快到了。东森戏剧台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《白夜童话》。